钱，那你们两个先猜拳，赢的人先抽。我帮你拿石头布。好，那你先抽，不要看哦，不可以看。抽出第一队队员，就第一个队员就是队长大一真。那换史瑞克，不可以看了。抽到乙轩，乙轩刚好过去了，对公主。究竟是谁呢？嘟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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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紧张喽！哦，乙轩 ，Wendy， 恭喜你啊！好的，第一关，成语跟我这样做，要怎么玩呢？首先呢。我们有一个人上去比就好了，然后其他人在下面猜。好，限时两分钟，再 pass 一次，再 pass 一次。OK， OK 吗？ OK。那队长猜拳。好，好，来，剪刀石头。等一下，什么？听你太多了，剪刀石头布，能布，能布。你要先还是后？第一个字一个一，第二个字一，一拍拍石头。四个字一，一第一个字四，一十二秒。没有第一个字啊，是哦，四。第二个字四不四不四错四无，四下无人。三，第三个字二，是什么二？四四不四不二？什么四不四？什么四不二？少跟多很难比，对啊，少跟多很难比。得到的是三分，耶！这个太阳不错，好。